一毛钱，你也不排队，看什么玩迪士尼？就是玩迪士尼，就是玩健康，就要玩健康。迪士尼来电食物哦，不利安鬼啊！所以进去之前呢，早餐吃饱一点，没多饱吃多饱，尽量吃，这样进去肚子不会饿，不会被骗钱的。多吃一点，好吃饱点，这两天还真是超贵。哎，对表，这时间11点。哦，没人吗？没什么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人挤人干什么？现在来就没什么人了嘛。只要打不进哦，就可以一直打，所以千万不要进哦，超好。